欢迎收看108年3月1号的港都新闻，我是罗少君。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市府捷运局自2月起陆续办理5场高雄环状轻轨建设第二阶段美术馆路段及大顺路段优化策略公听说明会，第1场在振兴国小举办，现场发言踊跃。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后积极推展高雄观光，推出爱情产业链和乌鱼子各项行销活动，但这股热潮过后观光人潮还能持续多久？港都热化带您深度探讨。交港区港镇里有条林荫大道，种满黄花风铃木，开花后成为一条美丽的黄金隧道，十分美丽，是黎明乘凉休憩的好所在。已经完工50%的高雄轻轨第二阶段工程，后续因为大顺路美术馆沿线路段居民抗议，在韩市长上任后便喊卡停工。捷运局为了广纳地方民众意见，要在1个月内开5场公听会，第1场是在三民区振兴国小举办，共来了300多位民众参与。对于 C21 到 C30 站的优化工程，要改路线高架化还是地下化，都还有待进一步商榷。这里是轻轨 C17 站，也就是轻轨第二阶段工程完工最后一个站体。继续往前呢，就是轻轨 C18 站。不过在韩市长上任后就喊卡停工，已经2个多月。至于何时复工，捷运局召开公听会，要广纳民众意见。第1场公听会在三民区振兴国小举行，由捷运局副局长吴家昌主持，并邀请交通局等局处代表与会。现场支持新建和反对民众分坐两边，壁垒分明。高雄轻轨第二阶段工程进行到50%，后续停工的环状轻轨主要是受到大顺路美术馆路段沿线居民抗议，也就是 C21 到 C30 站，认为轻轨行驶后将进入交通黑暗期。大顺路变成永久的塞车路段，造成那里根本以后没有办法当作南北纵贯，因为它是很重要的南北向的路廊，很多需要用那里的当交通工的路线，所以我是反对。公听会民众发言采登记制，前面10几位发言都表示赞成新建轻轨，认为轻轨可以为高雄带来人潮和观光。至于更改路线或高架地下化，都有碍高雄进步发展。比如说地下化到高架化要增加120亿到300亿的造价，那新建的时间再加上重送审定的时间，大概要6到10年之久。而且因为出口排气口还有这个它的桥墩的关系呢，不管是地下化还是高架化，都同样要再占据2线车道。我们现在当然也听到很多反对的意见，是因为它的路线会缩减，还有城市道路的规划会影响到民众的安全安宁。然后，可是这些规划都是，这些纷扰都是短期的一些影响。那我们看到其他世界各地的建设，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些短期的影响在长期之后，对于市政方面可以有非常好的发展。捷运局提出几项优化方案，有改走地下或高架化，也有参考国外新型路权和其他车辆混合并行。长期关注轻轨发展的吴益政议员则提出他的看法，提出一个同盟路的替代方案，等于是在河的本来在北侧变南侧，那当然各有优缺点，因为北侧人口比较多，那到时候也是因为人口多，所以塞车的余力多。到南侧塞车会比较少，但是人口不够多，搭乘率就使用率就低。我想轻轨很重要，就是要提出解决方案，而且是一个新的方式。不论更改路线或是改变现有形式，重点还是回归进度已经完成50%的环状轻轨究竟盖不盖。捷运局将在1个月内搜集地方民众意见，期待找出最佳解决方案，否则继续延宕对环境地方发展将是一大负担。港都新闻李正道罗少君采访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后就积极推展高雄观光，像是就职典礼在爱河畔举办，接着又有名人加持担任观光大使，举办乌鱼子料理大赛等等。那么在春节和灯会又创造另一波观光人潮，不过这股热潮能持续多久？透过今天港都热化专题报道，带您一块深度探讨。韩国瑜市长当选后的就职典礼特别选在爱河畔举办，吸引上万人涌入目睹他的风采，创造摊商无限商机，为上任拼观光的承诺打响第一炮。
我设计了衣服，然后红包袋、胸章，然后马克杯。从上海回台湾，又从美隆来爱河，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高雄人。而要实现爱情产业链的指标建设，就是新建爱情摩天轮。韩市长搭乘直升机从空中俯瞰爱河，勘察适合新建爱情摩天轮的地点，也获得企业集团的支持。那这个6个地点我们已经找到了，将来有很多人想要来爱河旁边投资爱情摩天轮，好几个企业集团都有跟我接触，表达他们高度的意愿。接着是1314爱情日跳爱河和爱河灯会进一河的举办，都紧扣爱河的浪漫爱情元素，在春节连假和灯会期间带动观光人潮涌入高雄，让老景点爱河的光芒重新绽放。但学者认为过度主打市区观光会忽略其他区域的观光推广。那如果我一直把它放在爱河，很多人会把爱河聚焦，那我忽略掉爱河其他的景点。我想高雄县哦，这早期我们在合并前的高雄县也有很多景点是很适合在爱情这个产业链里面也很适合的区块，好像在这里就慢慢被忽略掉。然后最主要还是有韩市长的魅力啦，要不然大家都甚至很多国外的人都不知道高雄有爱河，所以我们都是认为自己好像全世界人都知道，可是不一定很多人知道，甚至我们台湾的很多人都没有来过爱河。韩市府在短期间内创造不少的观光话题，还包括了邀请名人担任观光大使，免费为高雄拍 MV， 行销高雄的观光景点，为高雄的美食代言，还举办了乌鱼子料理大赛以及选拔十大摩铁等等，都是为了延续高雄市的观光热度。所以当它产卵的时候出现的地方就只有意大利跟台湾，尤其是高雄很有条件来这个宣传乌鱼子，让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可以来高雄吃到好吃的乌鱼子。成长差不多两成多的那个住房率成长差不多两成多，对，但是还是持续在成长，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会打造亚洲的订婚跟求婚之都在高雄，推出山盟海誓陆海空之旅。过去推展观光大多是新建新的观光景点或者举办大型活动推出好玩游程，但韩市府上任之后推出了这几波观光活动，好像都跳脱了这样的形式，形成另类的观光行销模式。短暂的这个比赛，然后没有奖金，然后客人也没有还没有记忆，还没有深入进去的时候他已经结束了，一样他的效应有，它是短暂的，可是真正要让业者实际上收获到，那可能有困难。但如果常常一直这样啊，比如说频率太高，单人太多，反而把你的认同跟中心的目标可能会混淆掉，反而是不太有利于整个行销的代言人的这个作业方式。从就职到元旦，再到春节连假和爱河灯会，高雄似乎都一路长红，令人惊奇。而这单纯是寒流效应，还是高雄真的变美了、变好玩了？当寒流热潮退烧，高雄还有哪些元素能够吸引游客来观光？整个城市行销啦，在城市观光的发展上，它可以站在一个永续的位置，而不会我今天讲一个点，下次讲一个点，这个火熄了之后我再点一个火出来，这个其实对整个行销是很零散的哦。对高雄也许不会长久以来长久来看它应可能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效果。所谓的明星效应或政治人物效应都是只有一点奇效，当一点奇效过以后，那时候才是我们要知道说这段时间我们的景点是不是有没有吸引人，那时候整个效应就出来了，就可以能够增见增长。现在只能要做长期的规划，是说来到我们高雄以后，来到这几年，他下一次还不会介绍朋友再来。旅游市场最烦恼的是有淡季和旺季之分，高雄市的观光如何创造淡季不淡、旺季更旺才是真功夫。而高雄有了源源不绝的观光客进来，才能够实现货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港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专题报道。
小港区港镇里有条林荫大道，环境相当清幽，而且两旁种满了黄花风铃木，开花后会成为一条美丽的黄金隧道，十分美丽。而里长除了带领志工认养维护这里的花木外，更用心争取到一座凉亭，让长辈来到这里运动散步时候还有乘凉休息的好所在。这条绿廊道是位在小港区紧邻东亚南路的绿色隧道，而在港镇里的这个路段全长约一公里，一眼望去整排的黄花枫林木，等到花开季节时将会形成一条美丽的黄色隧道。以前都是比较人烟稀少，那就后来把那个隧道那个路对调变成这边是绿地，绿地那我们就在我任内，我就极力争取相关单位来协助我们种些花草。后来争取了整条路都是黄色，黄花枫林木，那搭配的红矮仙丹。虽然树木还未开花，但一旁的矮仙丹已经抢先茂密盛开。而港镇里志工们有个重要任务，就是守护这些花木的美丽。由30位志工们一人认养一个区块，每月定期来灌溉和修剪杂草。是里长争取给我们认养，那一个人一个区块，差不多15公尺这样啊，那差不多都是志工维护，还有我们自己个人的维护。自工扫地，那我们有时间差不多一个月要浇水浇一次。来到步道散步累了，还可以到一旁的座椅休息乘凉。里长用心争取的这个凉亭，成为社区长辈最喜欢来话家常的好地方。港镇里目前为止3300个人，我们这里渐渐老社区老化了。有600个65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没有活动的空间，那现在他们几乎每天早晚很多都来这边运动啊，晨跑啦，来这边活动。那以后来这边可以喝咖啡啦，变成咖啡的隧道这样子哈，可以凝结我们里面大家老人家的敦亲睦邻。里长方林秀娥未来计划利用绿廊道的空间规划市集，让长辈来这进行二手交易，也期待到时黄花枫林木的盛开会为市集添上美丽的风采。港都新闻张世明、夏小欣采访报道。保护人民安全的波力士大人有好体力真的很重要。日前在左营区，两名外籍义工因为逾期拘留，看到巡逻员警自己心虚，居然拔腿就跑，警方快速追了上去，果然不到300公尺就被压制，让义工大叹台湾警察体力怎么这么好。原来左营分局从今年1月开始在派出所设置健身器材，一方面锻炼身体健康，在遇到突发状况时也能派得上用场。逃逸移工躲在草丛里，以为这样就能躲过警方追捕。出来，你给我走！移工跑不到300公尺就气喘吁吁，累得趴在地上喘气。一路紧追在后的博爱路派出所所长林明进，联手员警把人压制。可以出警来了吗？等一下，等一下，你跑不赢我啦！一名移工在逃跑的过程，大约30公尺的时候就跌倒，遭到警方的压制逮捕。那警方随即往另外一端就是高铁路的围墙旁边继续追捕另一名移工。那在追逐了约300公尺的时候，移工因体力不支自己趴地投降。两名逃逸外劳看到波力士大人便弃车逃逸，尽管警方身上背着好几公斤的装备，体力依旧不落人后，一路从高铁崇礼街口跑到对面百货公司停车场的公园，把人双双压制，让义工大叹台湾警察体力怎么这么好。因为每天都心惊胆跳，自己认为是自己知道自己是逾期逃逸的义工，所以说看到警察也相当害怕。那这是没有办法逃出警察的追捕，也表示说警方的体力真的是很好。斗大的标题，脂肪出得去，体力进得来，健康好身材，跟上韩市长政见。左营分局从今年1月开始，在分局及派出所设置激励馆及配置各项运动器材。平常同仁都可以利用晴雨的时间在这边做健身，投资自己的健康。那这一台是重训的躺椅，它平常也可以让同仁训练自己的
背力，好、哦、让自己的背力更让自己的身体更强壮。尽管警察工作勤务繁忙，所长还是鼓励同仁利用空档时间使用健身器材，一方面维持身体健康，对各种突发状况时也能及时派上用场。港都新闻李正道、罗少君采访报道。音乐可以触动心灵，带动肢体律动。三民区万爱社区关怀站有一堂音乐课程，老师运用从日本引进的加贺谷宫本式音乐，让长辈随着不同的音乐情境和各种乐器的带动之下，很轻松地跟着音乐旋律和节奏活动肢体，当然也就越动越健康。音乐课程开始，老师先让长辈用坐的，再放些温馨舒缓的音乐，长辈跟着伸展四肢，拍打身体，从里到外让身体舒醒暖和起来。接着是两两互助，长辈面对面坐着，互相拉动对方，音乐节奏也由慢变快，你一来我一往，好像在做游戏一样，长辈们都觉得越动越有趣。上课就好诶，我当阁袂歹啊！甲阮带阮只老人哦，愈带愈健康啦。休息一下之后，长辈人手一个响板，也跟着不同的音乐节奏，有快有慢，或上或下，节奏短促，不断重复，不时还穿插可爱的动作和高声呐喊，整场音乐活动非常有活力。主要的是要让长辈呢能够主动的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透过主动的参与，触动主动的一个学习，他会改变他的一个认知，提升他的认知能力，以及提高他的生活品质。这堂音乐课是老师运用日本引进的加贺谷宫本式音乐来带领长辈活动，有趣的音乐和各种乐器的带动之下，长辈们的反应都很好。有音乐，然后再加上一些乐器，发觉长辈无形中就觉得听到音乐就是很快乐啊，然后本来手也袂卡，啊，现在因为安尼很嗨啊，就慢慢就是不知不觉。哦，阿德有较改进啊呢，所以我觉得这种课程对长辈来讲是很好的。在大家一起的互动过程，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学习，那长辈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他们会互相模仿，那互相的去鼓励，互相的去赞美对方，然后也促进他们的人际关系的一个互动。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最能触动人心，带动肢体律动，将音乐经过特别的编排，再搭配乐器、手势动作和呐喊声，大家一起参与完成这项活动，升华音乐的力量，得到身心灵的满足。港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三民区福气河堤社区关怀站长期为社区长辈规划许多课程活动，最近有一堂手机平板课，就教导长辈学习如何使用手机软体 APP 来拍照，并且制作成文件。厉害的是，长辈们不但很快就学会了，而且马上就能应用，展现高超的学习兴趣。福气河堤社区关怀站里，阿公阿嬷拿着手机平板，认真听着讲师讲解生活实用 APP 的使用方法，过程中遇到问题还会踊跃跟老师进行讨论。这是手机平板班教导长辈进阶的手机使用技巧。手机的使用，让自己手机的使用帮助你在生活上运用，就是这样子。所以说策略大概是让长辈快乐啦，轻松一点学啦，学不会再多学几次就好啦。用软体拍摄文件，就能轻松记录下清晰的照片，还会帮你自动裁切，使用在证件扫描上十分方便。这些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的好用 APP， 长辈来上课后都比子女更加了解。因为以前问他们，他们不会教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问。那现在老师教的，我就知道怎么要提问，那我在学习就很快。对生活很有帮助，对啊，非常有帮助。透过参加关怀站的课程，让长辈学习如何运用手机的使用工具，并发挥到日常生活。以后在遇到使用上的问题，不但不用求助于子女，还能反过来教他们，颠覆阿公阿嬷不会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印象。港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新兴区的大明里有一个长辈学堂，以老人照顾老人为理念开班，课程内容非常丰富。除了希望长辈来这里不只是单纯上课外，也能透过跟同学互动交流互助过程中获得成就和快乐，并且找到老年生活的另一种自我价值。
较重，比如啊，较重，比拢较重。课堂上，长辈拿着色铅笔作画，一旁还有另一位长辈指导上色技巧。这是善护学堂以老人照顾老人为理念开班，经常看到的场景主要是希望长辈们来这里不只是单纯上课，也能透过帮助同学从中获得成就感和快乐。那刚开始可能他们的情况不是很好，沟通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的老师都会在护坐在旁边了解他们的沟通状况啊，然后沟通完了，他觉得说我帮助他，然后他觉得回馈回来的时候是非常的快乐的时候，让这个长辈觉得我好像成功了，所以后来他就是陆陆续续一点一点的越来帮助越来越多人，然后刚好别的长辈看到他的情况，他也是可以帮助别人，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小老人就是帮助老人的部分。咱这年龄会当帮助别人，是咱最快乐的啊！不是讲啊，互伊快乐，咱下家己快乐，咱有法当个帮忙伊，我也快乐，咱看伊快乐，咱下得快乐。善护学堂的课程丰富多样，上课的气氛也相当轻松和融洽，因此有许多长辈都很喜欢来上课。像是镜头前这位阿嬷，第一天来到这里体验课程，没想到一来就爱上这里。她说之后也要加入学堂和大家一起上课，希望借此摆脱忧郁的心情。到这边之后觉得就是感受怎么样？就很轻松，很轻松，觉得很轻松，很愉快。小姐就留我说今天试试看上课，没有朋友，他说来这边交交朋友。善护学堂以学员互助的理念经营，让长辈来到这个小型学校，不仅可以活动筋骨、活化脑部，也可以借由和同学互助与交流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并找到老年生活的另一种自我价值。港都新闻张世明、夏欣采访报道。为了帮助有二度就业需求的妇女朋友，台湾柏林协会长期开办家事管理员和居家陪伴的培训课程，内容包括了环境打扫、辅具使用等等。完成后呢，协会会媒合到有需求的家庭服务，尤其工时弹性、收入稳定，每次开班都受到妇女朋友高度欢迎。接受专业培训担任家事管理员的林小姐，服务年资累积已经有七年，对于能够再度重回职场，有效率的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同时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林小姐觉得很开心。我们的课程有就是比如整烫啊，或者是烹饪啊，还有清洁工作，这三大项吧。我应该是从我们这边出去以后离去以后，我的工作一直做到现在，所以几乎应该是说满班的状态了。所以只要你认真做，我相信他们都看得到，他们舍不得你走的。和林小姐一样接受培训投入职场的还有这位胡小姐，目前一个月服务的时数达到满班，相当于有3万多的收入，让她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减少生活的经济压力。因为电子工厂照顾小孩比较不方便啊，这个工作就中午休息时间跟晚上休息时间刚好都可以配合小孩周休日，譬如说老人家他没办法打扫，那可能有一些是那个妈妈职业妇女，她可能在家里就没办法打扫，那我们去的话会互相帮忙，就比如说她没办法做，或身体不适还是没时间做，我们就去帮她做。为了帮助有二度就业需求的妇女朋友重返职场，台湾柏林协会长期开办居家陪伴员和家事管理员课程，透过专业的膳食烹调、家庭打扫和衣物整理收纳等130个小时的实务学习，并且通过遴选后就可以透过协会的安排媒合到适合的工作环境。那当然基金会督导他会去沟通他的一个内容，还有一些服务的需求等等，这些都没有问题。完了之后督导是带着我的家管员一起到现场去看环境，好，然后跟使用者沟通一些细项的东西，那才完成。因为中间有要顾小孩，我生了第三个，对，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上班，然后我再重新思考说我要在做什么工作是我可以马上的，因为小孩子要衔接要上学了，我就可以出来上班了。根据协会的统计，包括家事管理员和居家陪伴员课程，每期招收约30名学员，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有50多期，每一期顺利媒合就业的妇女朋友高达90%。为了回馈社会，成员更组成志工团队到机构服务，传递温馨。协会也欢迎有需求的二度就业妇女加入培训的行列，再次享受工作中的成就感。
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城市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让我们为创造城市幸福感的人按个赞。要将一块平凡的茶壶刻出一身红啊，就必须要用心看、细腻做，每一个动作拢袂当停顿，才会当做出有灵魂的作品。这就是阮用心的。